拂去时代落在头上的灰，更理解了忙碌的意义。不在于得到，更在于创造。习惯先一步改变。毕竟，复制过往于时代无益，于自己无趣。在每条路上全力以赴，用我们的脚步定义时代的速度。新一代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，智者遇时而进。梅赛德斯奔驰，心所向，驰以恒。